大家好，今天我们看《斗阵特工》动画短片《召回》。哦，哦，哇哦！挂机啊！他们都能玩这么先进的东西啊！哎、哦，很有兴趣哦。哦威斯顿，请冷静。你的心跳指数过高。我说过，不准再检测我的生理状态了。这是什么题材？哦，哇！啊！每次看到这种新闻，都得重复同样的对话。我必须提醒你。召回捍卫者成员执行勤务的风险非常大。佩卓斯法案明确指出，捍卫者的任何行动都是违法行为。我真怀念以前那段日子。嗯，他的好朋友呢？嗯，那个东西应该是我的哦。给我的表情也不讲好。哎，这是他小的时候应该呀，他喜欢眼镜，他可能看不见应该。从里面看不清楚对吧？哦。不过你知道，外面的世界像发现入侵者。他喜欢吃花生酱。让我带你去看看。哦，有入侵者。雅典娜，快熄灯。哦，他这里面像飞船一样，就他自己一个人control啊。哦，这好武器。哇靠！一个。他一个打这么多啊！小，他原来这么庞大，哦，还有冒烟的，哦，哦，回家被抓了，他会怕电，哦，他惦记他，啊，安全通讯协定正在失效，威斯顿此时在截取捍卫者成员的资料。哎！截取进度32%。他把资料给截取了。你看。什么枪？哦。我是打枪这么厉害，哎，他也这个回忆，他小的时候应该是这个朋友这个这什么？你拿眼镜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有多辽阔？嗯，哎，他喜欢眼他戴眼镜，他可能眼睛不好，你自己看吧。他有，嗯。是地球，但是你可以看到一个地球，星球啊，哇、哦，多漂亮的星球啊！要记得，不要被事物的表面局限住，要去想象它的可能性。温斯顿，但是叫温斯顿过去了，他就会掌握所有成员的位置了。大猴子，我会帮你向他们问好。我不是猴子，我是科学家。哦，好厉害！90%，哦，失效，很厉害啊！撑住雅典娜，撑住雅典娜，艾克，雅典娜，
雅典娜，雅典娜，他把他系统给破坏了。啊，病毒隔离完毕，进行核心资料库诊断，恢复系统运作。他把病毒取消了，系统恢复了哈。这个新的科技，所以年轻小孩子都喜欢。不要被事物的表面局限住。啊，他叫他要去想象它的可能性。眼睛还是要戴的。啊，已经戴一下就看到了。人与人连线中。啊。哦。他表情也不讲了，你看。成员可以联系。温斯顿，小可爱是你吗？啊，真是好久不见了。对呀，在外面联系的。啊，好久不见。啊，好久不见。完了，即将来袭。啊，可以的。他在科学家的这个引导下，他就变得非常聪明了，能够利用科学。而且懂得去想象去发明，他实际上已经成为科学家了。他的个子很大，嗯，他一个人顶十克，不过他也头脑也是很灵活，能够变换战术取得胜利，就这样子了。这个这样子啊，嗯，这个对，这个广告是不错，里面靠高科技很多东西我们看的非常好，不要怕事情表面被表面的东西所门片，要看到事情的那种实质东西。通过这个，他这个是对他这个人物是特别的描写，所以对他的人物的整体就会比较有了解了。